大家好 안녕하세요. 저는 관이쭈입니다. 저는 저시린입니다. 你经常来韩国吗? 一年最少一次。那一共来多少次了? 应该有超过十次。十次? 来这么多? 对呀。 네, 지금부터 이제 싱가포르 사람들이 생각하는 한국과 한국 사람에 대해서 한번 알아보도록 하겠습니다. 와! 와! 第一个问题, 新加坡人对韩国人的印象是怎么样? Beauty products, 美容的东西, 我就会想到韩国, 还有 fashion, fashion. 韩国人穿是觉得都很好看，韩国人的穿着来讲说，很多国家都会去follow的，看你们怎样打扮呢？打扮的，然后你们的穿着啊，颜色怎样搭配，都真的很好看。对，就是一般普通新加坡人想的韩国人，大部分都这样想吗？对啊。还有什么？一听韩国就是想起来什么东西？ kimchi，金线，金沙，马格利，马格利，soju，这个好像是你喜欢的吧？我说一般新加坡人喜欢的，就是其实挺出名的，还有你们的那个 BBQ， 我们一定讲 BBQ 马格利。 不是 BBQ 跟 soju 吗？对，新加坡人在 BBQ 时都喝 Maguli 或 soju。哦，soju 叫 beer， 啤酒。你们叫 soju bomb？对。哦，我们叫 soju plus 맥주는 소맥이잖아요。근데 여기서는 soju bomb이라고 그런대요。一般新加坡人都叫 soju bomb。对。哦，为什么？因为喝了就很快就醉了。 就是放了一个炸弹枪啊炸弹啊炸弹嘣哦韩国人很会跳舞然后会跳唱歌而且我觉得你们很厉害设计东西就算一个韩国字你都写得很漂亮就会韩国写字呀对啊都会像会画画这样变成很可爱那个韩国글씨쓰는것도정말이쁘고그리고춤하고노래부르는거 잘한다고 저는 아닌데 아무튼 일반 한국 사람이 그런가 봐요 하여什么呢? 한국人最喜欢这个字 오빠 오빠 在新加坡只要我们 就会学韩国人说叫他们的亲人 오빠 오빠 韩国女生称她的男朋友会叫 오빠 오빠 都很高音 对，很可爱。可是我们新加坡人就不敢怎么样讲。不敢怎么样。你觉得韩国有什么好处跟坏处？好处先。你们的人都很 friendly， 就是很友善。迷路的时候，我们问一下你们都会帮忙。虽然有时候你们都不知道我们在说什么，可是像我遇到的，他就会他不明白，他会去帮我问多一个人。哦。 还有很多很好吃的东西，还有你们吃东西就有给免费的 salad 啊，小菜啊，对啊，小菜，很多蔬菜啊，什么蔬菜啊这些。对啊，可是新加坡，假如我们要吃蔬菜，我们得买一盘，而且都很贵啊。对，就算我们吃的 kimchi 套餐，可能那个 kimchi 只有两三片，他们放在那里给我。啊，两三片的意思是，就是韩国这边好吃的东西很多。对啊，我觉得新加坡的食物也很好吃，我想吃 chili crab， 沙爹 rasa， 还有就 bakute 这些，我很喜欢吃。 在韩国这里有很多咖啡店，而且你们装修的都很漂亮，很用心，所以新加坡就比较少。 Starbucks， Starbucks， Coffee Bean， Coffee Bean， 比较 famous 的。但是这里很多，这里太多了，漂亮的，对，所以很多地方可以拍照。还有什么韩国的好处？韩国的 WiFi 好快哦，很快，还有而且很多地方没有密码。 对，很多都是免费的。可是如果你在新加坡 r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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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家的 WiFi 是犯法的。맞아。방금 말한 게 이제 싱가포르는 이제 다른 사람이 와이파이를 쓰면
벌금이에요, 벌금. 被抓到会罚款. 对. 예. 특이하죠. 还有什么韩国的比较特别的? 韩国的学生呢，都很会打扮、化妆到学校去。我们新加坡人都没有。 还可以涂口红. 그러니까 학생들이 막 립스틱 바르고 화장하고 다니는 게 친구만 그런 게 아니라 일반 싱가포르 사람들이 깜짝 놀래더라고요. 假如是我们的话，在学校老师抓到你有口红，就完蛋了。还有韩国的好处，啊不是韩国的坏处，可以说实话，没问题。可能呢，因为我们不会讲韩语嘛，所以呢，有时候我们问东西的时候，他们就不是很清楚。因为你们都对英文跟英文。 话我也不是很熟悉，对，这个语言方面就确实韩国人就，有的人真的会听不懂，还有说不出来，有些人呢会讲一点也是很觉得哦，我的英语，我的中文会有错，真的很不好意思，很害羞，我怕别人听我讲错的，有这样的想法比较多，还有呢？ 还有啊，可能在搭地铁的时候，可能比较老一辈的阿公阿婆，他们就脾气比较暴躁一点，也不是每一次啦，还是有些老一辈的都很 friendly，只是那些比较脾气不好的就很凶，对，就是特别还有排队啊，你看。 이 친구랑 제가 몇 번 얘기를 한 적이 있는데 막 밀친대요. 그냥 막 밀치고 미안하다는 소리도 안 하고 그냥 밀치고 막 지하철 타고 버스 타고 제가 이제 가이드 할 때도 그랬는데 많은 사람들이 그러더라고요. 젊은이들은 되게 친절하고 그런데 나이가 많으신 분들 뭐 다 그런 건 아니에요. 다 그런 건 절대 아닌데 많으신 분들 중에서 약간 밀치고 좀 약간 예의가 매너가 없다 이런 쪽으로 下一个 新加坡女孩觉得韩国男孩怎么样? 欧巴吗？欧巴，对欧巴。对，我们都觉得这里的男生的皮肤都很好，然后你们的穿着，尤其是当你们到了 autumn and spring 的时候，你们穿仁义大衣的时候，再配那个 backpack， 就很像电影里面的或者连续剧的欧巴一样。不是你自己的想法，就是一般普通新加坡人的想法。很帅就对了。很帅。 멋있다고. 요가오. 키도 크고. 비츠 요한핑. 코 높고. 요이가 허미란의 연진 러벤. 오칸 니센제쇼 또시워야. 예요아. 예스아. 감사합니다. 감사합니다. 有机会的话，会有找韩国男朋友吗？当然可以啊，假如有机会的话。可是因为我通常来这里，除了你这个好朋友，我也没有什么的韩国的朋友。这个看到的人会给你联系了。推荐一下来到韩国一定要去的地方。Hope Island. Hope Island. 我的 favorite. 猜得到。 근데 진짜 허브아일랜드 광팬이에요. 허브아일랜드 포천에 있는 거 있잖아요. 와 진짜 그 맨날 가요 맨날. 你为什么那么喜欢去荷兰？因为新加坡哪里都是buildings，我们要看那些 sightseeing，就是那些漂亮的花就很难了。而且新加坡很热，可是在韩国不一样，天气又很好，有很多种类的花。而且荷兰他们 decorate 那个 flowers and 那个 colors 很 beautiful 很漂亮。对，而且那里很大。 有很多地方都可以拍照，而且每一次都会有很多不一样的东西，就像这一次可能是冬天，他们就比较多light design， 因为可能要到 Christmas。딴거 설명보다 훨씬 길게 하네요, 진짜. 허브아일랜드 너무 좋아해가지고. 还有觉得哪里比较好看？我觉得，釜山。 釜山，我觉得假如你们想拍婚纱照，什么到釜山那里拍会很漂亮，而且他们的海滩很美，就是要找到一个海滩又漂亮又干净，不容易，还很多欧巴。哦，欧巴 많고， 那在首尔里面呢？哪里？就是我觉得明洞东大门的话，谁都知道的。 对。那别的地方呢？我常去的shopping area。其实也是。
蛮著名嘛，叫伊娃Universe。伊娃Universe，对，还有那边比较便宜。嗯，对，还有红队。红队，红队Universe，你有没有去过Club？在红队。啊，有啊，去过了。看到了很多帅哥，很多欧巴。很年轻哦。很年轻，对，年轻。东星。对，红大那边的话，年轻的人去的比较多。嗯，啊，你们有很多 Palace？ 很多Palace，新加坡我们的有一个Palace가많다고 이제 궁전, 경복궁, 창덕궁 이런 궁전이 많대요. 那我们说到这里了，谢谢大家，拜拜。